KM， 今仔日咱做个 KM 是 KM 文第二十六篇，也是诗篇111篇。KM 文第二十六篇要称赞上主，伫正义的人聚集的大会中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。也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予人纪念。伊赐美娘予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宽容。伊的手的所做信息公平。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，定为上主是地位的根本。一声，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，共读上帝话语。今仔日咱所要看圣经章，总共有两个所在。第一个所在是记载伫旧约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。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八节，八是拢受教的命令，就点伫赢来家己的所在听候好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：我今仔日将埃及的能力移煞离开你。就安尼，迄、那个所在名叫吉甲，直到今仔日第十节。彼时以色列人曾经伫吉甲，伫个十四营，伫亚利哥羊守欢会节。十一节，欢会节的过日，因就食迄所在所出的，拄拄去日食无甲饼甲香的五谷。因食迄所在所出的过日玛纳就停掉，以色列人也无阁有玛纳。今年因就食迦南地的土产。第十三节，约书亚问我亚利哥的时，也来看，看见一人手跪倒，徛伫伊的对面。约书亚问我伊，问伊讲：你是为阮的，也是为阮的对敌啊？伊应讲：无，我来是做耶和华的军长。约书亚就趴伫地面拜伊，讲：我的主命令罗伯什么？第十五节。耶和华的军长对伊约书亚讲：脱你卡年的，因为你所徛所在是圣的。约书亚就正安尼行。第二位，咱所要看圣经，则是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刷下地作用清气的良心所在。伫祈祷的时，我孝养你无煞。纪念你的老目屎，每日心目见着你，予我满心欢喜。念着你心内无假信，这个信是大声点伫你的外妈罗伊以及你的老母尤尼基。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我点醒你，爱你将上帝对我的换手所予你的恩赐搁分之，亲像木火搁燃一样。第七节。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，不是惊吓的心神，就是关怜、怜爱、守纪的心神。今刷来，咱来今仔日的经句的朗读。咱今仔日经句的朗读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。咱三个来听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。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，不是惊吓的心神，就是关怜、怜爱。修炼的信心，这是请圣华队学乐，圣华队今仔日作为学乐。